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让我们准备心灵参与弥撒圣祭，信赖天主的慈爱，祈求他的宽恕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生同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多行善功，陶冶性灵，并求你赏赐我们努力追求至善，使我们常能生活在逾越奥迹中，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为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攻读宗徒大事录。当保禄在格林多时，夜间主借异象对保禄说，不要害怕，只管讲，不要缄默，因为有我与你同在，并没有人向你下手加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百姓是属于我的。于是他就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在他们中讲授天主的圣道。当加里雍做阿哈亚总督时，犹太人同心合意地起来攻击保禄，把他带到法庭说，这个人劝人违法敬拜天主。保禄刚要开口，加里雍就向犹太人说，犹太人啊，如果有什么犯法或邪恶的罪行，我自当容忍你们，但问题既是关于道理、名目和你们自己的法律的事，你们自己管吧，我不愿做这些事的判官，就把他们逐出了法庭。于是众希腊人拉住会堂长索斯特乃，在法庭前打了他，而加里雍全不理睬这些事。保禄又住了些日子，就与弟兄们辞别，乘船往叙利亚去。和他一起的有普利斯拉和阿贵拉，因为保禄有许事愿，在根格勒剃了头发。天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天主是普世的君王。天主是普世的君王。万民，你们要鼓掌欢腾，也要向天主欢呼祝庆，因上主至大至尊，可敬可畏，他是统治宇宙的伟大君主。天主是普世的君王，他镇压万民，属我们管辖，他屈服列邦，在我们脚下，他为我们选定了我们的基业，即他所钟爱的雅各伯的光彩。天主是普世的君王，天主上升，有欢呼声护送，上主腾空，有号角声相从，你们应歌颂，歌颂我们的天主，你们应歌颂，歌颂我们的君主。天主是普世的君王。阿肋路亚。阿肋路亚。基督必须受苦，第三日要从死者中复活，才进入他的光荣。阿肋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痛哭哀嚎，世界却要欢乐。你们将要忧愁，但你们的忧愁却要变为喜乐。妇女生产的时候感到忧苦，因为她的时辰来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因了喜乐，再不记得那苦楚了。因为一个人已生在世上，如今你们固然感到忧愁，但我要再见到你们，那时你们心里要喜乐，并且你们的喜乐谁也不能从你们夺去。到那一天，你们什么也不必问我了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的福音，耶稣告诉门徒们说，你们会忧愁，但是你们的忧愁要转为喜乐。门徒们所经验到的这个忧愁有两方面，一是指最后晚餐以后，耶稣到山岩祈祷，将要被捕捉，然后要被带到衙门去。最后他们会知道耶稣被定罪，背十字架走这个苦路，上加百列山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们会经验到这个痛苦和悲伤。但是第三日耶稣要复活，他们要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，直到耶稣升天为止。到时呢，他们将有极大的这个喜乐。后来他们还犹豫不定，直到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领受圣神，圣神要引导他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那么我们这几个星期听到的这个中途大事录，就表达了他们怎么样做见证，而且他们在见证当中，即便遇到了磨难、迫害，他们仍旧保存内心的那种喜乐，不会因为外边环境的改变而剥夺了他们心中的喜悦。耶稣的这段话也让我们想起他开始出来传教的时候所说过的一句话，他说，哀恸的人是有福的，哀恸的人是有福的。那么这里耶稣所说的哀恸，可以从几方面去了解。第一是，当我们体验到自己的罪过所带来的这个伤害，内心痛苦，因而能够回头改过，这样的哀恸是有福的，是喜乐的。我们也可能是为其他人的罪恶和过错，世界的这个罪恶和过错而哀恸，而采取行动来改善这个世界，使这个世界更美好，这样的哀恸是有福的。另外一种悲哀，其实是咎由自取的。当一个人他过于专注自己的欲望，结果他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所求，他要争取成就、地位、利益，他得不到，他心里难过，甚至愤怒，这样的
悲痛是负面的，这样的悲痛不会带来喜乐，相反的，他会越来越难过，越来越悲愤，因为他的焦点是在于自己，而当自己的这个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只会带来这个人更加的这个沉沦、沮丧。耶稣说，门徒们所经验到的这个忧愁要变为喜乐，是要从刚才所说的这个正面的角度去理解和去体会。目前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可能因为有这个疫情的影响，我们多方面受到了这个伤害、痛苦、损失。从人性的角度来讲，自然我们会有一些忧苦，但是从生成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知道主虽然让我们面对这些考验，他却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内心的喜乐是不会因为这个外在环境而被剥夺的。愿我们继续地忠诚地来信从依靠主，并且体验到在主内的这种平安和喜乐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、麦面饼呈现给你，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、葡萄酒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说那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我们今天为恭贺圣子光荣升天奉献祭礼，请你借着神圣的礼饼交换恩赐我们常举心向上，向往天上的永福，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因为主基督光荣的君王战胜了罪恶和死亡，今天在天使的赞颂声中上升天庭，成为天人之间的中保，世人的审判者，万物的最高主宰。基督升天并非远离我们，而是要我们追随他的方舟，到达同一的居所。我们原是他的肢体，他是我们的首领，因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，踊跃欢腾。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同声歌颂你的光荣，不停地欢呼。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
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信德的奥基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无主教和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和安息的兄弟姐妹，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怜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妇玛利亚、她的敬佩圣罗舍、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宣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、协同基督、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祝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的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
居家的信友们现在可以省领圣体。请大家祈祷，上主，请你不断守护你所拯救的子民，使你圣子以苦难所救赎的人，常能获得复活的喜乐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从今天开始到这个五旬节前夕九天的时间，大家可以利用圣神九日敬礼来准备自己迎接圣神，开放的心情让圣神在我们心中能够运作，领导我们的信友生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降福你们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弥撒礼成，传福音去，感谢天主。